那个不仅省钱简单，还有一种方法，还有我曾经我教过你们的，但是呢，后来我再研究一下，这个方法不太很好，用那个方法更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炉呢，通常呢，踏的时候很难踏得着的。我后来就发觉，因为以前我觉得啊没有注重嘛，后来跟你们说来了之后，我觉得啊不太很好，我要将它弄另一个方法弄出来，令它更加好，更加完美。就是简单，拿一块布，咁啊，我们筛一点水，冇这么干，也冇这么湿，一点点。咁然后呢，在个炉头嗰度啊铺一下，令它一点点后呢条系流不到嘅，一点点唔系湿啲水，喺条面即一点点湿嘅，咁啊揩一下就 OK 啦。令它个炉啊湿了，咁啊你大概等一点点啦。等几秒都 OK 了，我开始开炉了，很好很好的 OK， 我试试成不成功呢？啊，不成功，对不对？啊，成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的时候我踏四次五次，甚至当我没有放水接都接不到，所以我后来我改良就叫防停水，好像那条布流干一点，不要湿到水，流干一点，咁啊，最里面个炉湿湿湿一点点，咁啊，我反而觉得那个效果10%，以前没有弄水嘅效果70%，但是我弄了点点水湿了布，还有将它个炉啊，我而家关了啦，将个炉水咁啦，咁样弄湿一点点，然后挞个炉咧，去到90%，成功，所以这样好嘅。也是跟你们分享啦，拜拜。